大拿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城里看见幼儿园特别好，我觉得金生要去也能喜欢那儿，条件啥屋里都可好了，那老师教的也好，那屋还是就是叫什么什么系统，现在就是最流行的一个系统消毒，空气天然氧吧，那咱们就是根本跟人家没法比。敬老院呢？幼儿园。幼儿园咋还天然氧吧嘞？全屋都是净化系统，净化空气，装修环境。你老琢磨净化谁呀？老实人，你这孩子，你说这家掉到厨房上的，跟我记个多少回了？这得多大？你老往幼儿园整啥？那上城里的，你说咱谁去？啊？你是不是就老想钻空子进城啊？我是为了孩子好，幼儿园现在他该学东西了，像他这个年龄人都上中班了，咱家这个还没上学呢。木生那阵儿九岁上的学，耽误啥了？你这样啊，这事就不要太提了。小双来了，小双书记说要咱村里头办一个幼儿园，李奇伟投资，我呢上设备，咱们整一个最好的幼儿园，不光咱家孩子享受，让全村的父老乡亲的孩子都享受，马上有半年就盖好，咱别往城里盯好吗？咱们孩子咱是农村人，让孩子搁农村呢好好待两天，让他知道粮食是咋种的，菜是咋种的，土豆是谁摘的，是不苞米是怎么诞生的，让他最起码得知道这个呀，对不？狗是怎么养的，对不？我睡觉，我不想听。